有这款加爵小伙伴们有福了，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勘探员这款新时装在触手的一个透视下直接把外套给变没了，我的天，一览无遗好吧，跟之前的那些家具的一个透视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两种透明材质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消失。然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别的时装，这个的话是海盐特调，我了个烧缸，大家的话有没有这款野羊科考船呢？然后还有什么更加炸裂的一个监管者，我就不说是谁了好吧，这个的话是咒术师的那个椰香昆虫，这个的话它的面纱在触手的一个透视下的话会直接消失啊，有没看到会直接消失。然后这是结实不会枯萎的话，相当的炸裂好吧。如果部分时装不方便观察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照相机啊。然后这个的话是祭司的惊鸿，总的来说就之前能透视时装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家居的一个透视效果估计后续也会修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去尝试一下，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